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蜜酱。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北台湾的基隆。我们都知道啊，基隆呢是以海港闻名，这里有数不清的故事，从海洋到山巅，从黑夜到白天。在这一集呢，蜜酱要带着大家好好的来认识基隆，欣赏基隆。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啊就一起来揭开基隆的面纱喽，走吧。来到不夜港都，最在地的玩法你一定不能错过。这里丰富的海产美食，以及八斗子的渔村文化，和夜夜越精彩的卡玛丁鱼市，更多基隆的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娱乐新世界。基隆位于北台湾东西南三面环山，与邻近县市相邻，仅有北面一处迎向大海，自古以来就是深水的良港。由于三面环山，在过去交通不便时代，反倒有机会接受来自海洋文化的熏陶，而造就特有的海洋文化。今天娱乐新世界的大船开到了基隆，这里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这里的浓浓人情、新鲜海产以及海天一色的美丽风光。基隆耳熟能详的就是在东侧的碧沙渔港。碧沙渔港自民国87年改为观光渔港后，每逢假日人潮络绎不绝。在政府及渔业单位的辅导之下，让整个碧沙渔港重现新风貌。到底有哪些规划和改变呢？我们请渔业署署长来为我们说明。基隆的碧沙渔港事实上是八斗子渔港的第二期的工程啊，但是它因为跟作业渔港区隔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把碧沙泊区啊，这个变成我们完全的这个休闲娱乐来做。既然刚讲了我们要让民众能够亲海，从我们渔业出发，那这样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实际上在基隆碧沙这个两个防波堤，我们准备把它发展成钓鱼区。在设计中间，我们也采纳这个一般民众的意见。那钓鱼区应该有家庭钓鱼区啊，换句话说，可以在那边烤肉，可以在那边，所以这些我们都是在预计呢，在这个4年之内，这些工作都能够逐一的推动跟完成。从原本的传统渔港晋升到休闲观光产业，如今渔业署更编列2亿5000万的预算，推动观光新工程。准备让碧沙成为北台湾最耀眼的观光渔业重镇。庄教授，目前呢、政府是如何去协助跟推动碧沙渔港这边的观光发展呢？那最新的就是政府有一个六大新兴产业的一个规划，里面有一个叫做精致农业。那精致农业下面有关于这个海岸新生哦，那就挑一些渔港，把它规划成一个比较具有旅游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碧沙渔港就被挑选在其中要发展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渔港。那这边就是规划成就是纯粹比较偏向观光休闲的一个渔港，让更多的游艇啊、帆船啊，甚至国际的这些船只也可以来这边，然后让游客可以在这边体验到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渔村风貌。那同时也带动这个渔村的这个价值，让渔民的收入所得也可以增加。来到碧沙渔港，当然不能错过碧沙渔港的渔货直销中心，它是一个整个碧沙所有渔货的集散地。来到这里，你可以轻轻松松享受新鲜美味的生猛海鲜，保证让你吃得过瘾哦。哇，老板娘你好。哇，你们这边好多海鲜哦。我们家种类很多。对啊，有鱼虾贝蟹，真的很多哎。那像目前啊，在基隆这个地方当季盛产的一些海鲜有哪些？花蟹啊，我们特产的花蟹只有北部才有，然后再来就是花枝，我们船钓的花蟹跟花枝吗？对。贝贝你好。你好贝贝。你在挑什么啊？红蝶。红蝶啊。哦，那你怎么会知道有碧沙渔港这样子的一个渔货直销中心呢？它
开港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来这个地方，那有时候就来这个地方买了以后带回去台北，那有没有比较便宜？有比较便宜哈，而且它比较新鲜。除了新鲜海产和娱乐活动以外，位在基隆的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是第一所拥有海洋相关领域系所最完整的大学，培育出许多渔业与养殖的相关人才，对台湾航运产业及海洋科技高级人才的培育贡献良多。基隆还有一个水产研究机构，水产试验所，这里结合了产官学界，落实推动水产基础与先驱性技术，开发研究及应用推广，确保了水产资源的有序利用。基隆呢，真不愧是北台湾的渔业重镇，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产业、学术单位，还有研究单位等等。那在基隆和平岛的东南侧呢，有一个和基隆与遥遥相对的小半岛，那正是八斗子的所在地。八斗子渔港呢，是一个渔业的专用港口，为一个天然的港湾，是一个非常富有渔村风情的地方哦。昔日的八斗子原是一个小渔村，在镇滨渔港无法负荷船只数量与吨位之后，新建了八斗子渔港。这里的渔船多于东北角海域及沿岸海域作业，渔获量丰富。出海捕鱼，踏岸蟹鱼，八斗子渔港鲜活的生命力和浓厚的渔村文化，在山海美景、海洋生态与海产美食的辉映下，已成为一个具有多元功能的海滨景点。来此一游的体验绝对会让你满载而归哦。在八斗子渔港上山那一头有一个忘忧谷，是基隆相当知名的景点哦。忘忧谷取其谐音呢，又可以称为忘忧谷，意思是指说站在高处俯瞰绿色山谷，可以使人忘却所有烦忧哦。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啊，除了可以看看美丽的山谷之外，也可以看看远处伫立在海上的基隆屿哦。这里真的是一个让人身心灵沉淀的好地方呢。春夏之际，绿草如茵，秋冬岁末则变成了一大片奶油色的大地。忘忧谷是一个 V 字形的山谷，翠绿的草地可以眺望八斗子渔港来往的渔船，还可以远眺海的另一端基隆屿。此外，这里有豆腐岩与海蚀地形等地质景观，可以抓螃蟹、捡贝类，享受当一日渔夫的体验哦。在基隆还有一个渔村转型观光非常成功的长潭里，这里的渔民有着特别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赶紧去瞧瞧。在长潭里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由渔民妈妈们所共同开设的桃海郎餐厅，这不仅代表了在地的文化，也代表着在地的渔民自行创业的新契机哦。我们现在赶快进去看看吧。来到了长潭里呢，我们可以找到一家非常特别的餐厅哦，叫做桃海郎餐厅。这一家餐厅到底有多特别呢？因为这一家餐厅啊，都是由在地的渔民妈妈所共同开设的。那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长潭的总干事林总干事来帮我们做介绍。总干事你好。你好。哎，总干事，我看桌上啊，这么多的风味餐都是用在地的食材做成的吗？对，可不可以帮我们推荐就是几道给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最当季的是我们的恰章，那我们夏季的是我们的手管，我们全部的这些餐点的材料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渔船捕获的，然后其余剩下来的才会有再去卡玛店贩卖。哦，就是到那个卡玛店的鱼市拿去做贩卖，是不是？对对对。哇。哎，那可是我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你们当初怎么会有想法，就是说想要一起开设这一家餐厅呢？
这个餐厅的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做一个关怀照顾祭典。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员工们都是志工，都是我们在地妈妈们。那到最后就是政府申请了补助以后，就是劳委会多元就业以后，这些妈妈们才有这样的完整的一个设备来对外会营业这个餐厅这样子。好，那刚刚呢，总干事帮我们介绍这么多，那现在呢是用餐的时候了。那总干事，我们现在开始开动喽。好，慢用。取之于大海，用之于大海。长潭里的渔民们在2007年发起了富裕软丝的活动，成功的保护了台湾的海洋生态。张大哥，前面的这一大片海洋啊，就是你们富裕软丝的地方啊。对，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做软丝富裕的场域。那每年3到5月，我们会对软丝这种海洋生物做富裕的工作。我们利用竹虫，然后让这些卵丝在它们排卵的季节，能够把卵排在竹虫上面。卵丝复育工作已经进行3年，那还会持续去做。但3年时间对于一种海洋复育来讲不算长时间，所以实际上它所复育出来卵丝的量还没有做实际的去做统计。但是就我看来，它至少发生了一种叫做人的观念上的改变的一个效益。比如说当地社区、当地渔民，他们主动的去参与这个工作，他会发现说，原来卵丝的数量越来越少，海洋是需要被保护的。真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啊，环境破坏非常的快，可是其实生态保育要让它就是富裕，其实是很难的。对对 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然后保护这片美丽的大海。没错。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在基隆市孝义路的卡玛丁，它是北台湾最有活力的鱼市。想要感受基隆无限的活力吗？来，现在就带你到基隆卡玛丁走一趟。要开始进入战场之前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当地的达人来为我们开路喽。有请陈大哥。陈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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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陈大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好热闹哦。对，这边的鱼市叫做卡玛丁，对不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称呼呢？以前日据时代的时候，这边渔船直接可以开到这边来。那因为那渔船它的渔货要抬到最上面，要很多一个阶梯。所以那个阶梯我们以前它也叫做卡玛，那阶梯的最顶层叫做卡玛店，所以渔货是从这边抬上来卖的。那我看这个地方是好多人哦。对。那像他们这些来买鱼的民众啊，他们的身份都是什么？有大盘商、中盘商啊，大部分都是渔贩比较多，就是从新竹以北，然后宜兰啊、花莲，他们都是来这边捕。哇，所以你是说这边算是一个集散地，是不是？对，没错。那想必这边的渔货的供应量一定是非常的充足，非常的丰富咯。对。那所以呢，在卡玛丁这个地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便利，所以呢，像远从各个地方来的渔贩也陆续增加了，是不是？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地方呢，因为它人潮多，所以想必呢，它这边的渔货是非常新鲜的，对不对？没错。好，陈大哥，现在蜜酱我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那现在就开始帮我们开路吧。好，没问题，走吧。好像有人在喊价哎，他们在拍卖。哇，那你们这边的那个拍卖啊，都是怎么样做进行的呢？都用拍金在计算的，然后看一篮子里面的鱼有多重这样子。哦，那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太一样？其他地方像澎湖、台北市，他们都用公斤，所以跟这个地方是用台斤做计算，是不是？哇，真的好多人哦。对啊。经验老道的教授，往往能够卖出好价钱。宾主尽欢，教授一边喊价，一边比手势，好像上演一场戏码。前方喊得口干舌燥，后勤的工作也忙着分装鱼货，一篓接着一篓送上前拍卖。在卡玛丁的鱼类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除了农历初三、初十七休息以外，平日每天凌晨12点到早上7点，陆续都有新鲜鱼货上架哦。
不要你，我扎破。这里真的不愧是最有活力的鱼市，来到喀玛丁，你一定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鱼市生活哦。夜晚的基隆体验，除了凌晨才有的喀玛丁鱼市外，如果不想等这么晚，晚餐时间也可以选择来到基隆最有名的基隆庙口。基隆庙口小吃位于爱三路到爱四路间的仁三路两侧，近年来因经过重新整修规划，小吃街变得井然有序。基隆庙口小吃街的美食各有不同风味与历史。还有一个，来到了基隆呢，还有一个地方你们绝对不可以错过哦，那就是在基隆庙口。在这边的美食跟小吃啊，可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蜜酱，我现在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我现在赶快进去品尝喽，走。知名的渔船小吃包括有奶油螃蟹、天妇罗、虾仁肉羹等等。美食摊贩让人目不暇接，食指大动。置身其间，可享受传统道地美食，以及充分体验当地人文风貌，令许多在地或外地的食客流连忘返。嗯，好吃！大家看米酱吃得这么高兴，你们心动了吗？赶快来一趟基隆，体验美饮食的飨宴吧！我们都知道呢，基隆是非常著名的国际大港，也是非常美丽的港都城市。那我们现在啊，就要准备搭船，一同去欣赏基隆美丽的港都风情喽。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吧。基隆港是一个具备军事、货运、客运、造船、杂货、渔货等多功能性的港口。目前基隆港正积极转型成为一个结合观光的港口，在火车站前规划了一座小艇码头，让游客可以乘着游艇观赏海滨风情。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登船游基隆内港咯。想请问一下新大哥，在基隆港这边呢，它主要有哪些特色呢？基隆港呢是在我们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深水港，而且呢，它是景观最美丽，而且功能最齐全的一个港湾。在每年呢，由国外的客轮呢载运旅客来台湾呢，在基隆港上岸的人为最多，而且呢，许多观光景点呢值得大家来参访的。基隆港呢，有我们的历史最有的牛头港、和平岛啊、正滨渔港，还有现在我要带你去的光华塔，这个是在台湾呢唯一的一座相当奇特的一个灯塔。现在呢，在咪掌身后的这一座，就是在基隆港非常有名的光华塔哦。新大哥，光华塔它有什么历史或者是一些特色，跟我们介绍一下。光华塔呢，是我们基隆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标。它建于民国56年，至今有40几年的历史。它之前光华塔呢，它是一座船舶管制中心。那对岸的新的中心完成之后呢，它的功能就被取代。那现在呢，只有做一个灯塔指示方向的一个作用，可是它造型相当特殊哦。我们看到呢，它像一个手电筒一样哦，矗立在我们西岸的碎玻璃上。那整个上面我看到360度，整个四周围都是玻璃哦。啊，在上面可以看到港内跟港外的景观啊，相当的美。哎，那像啊，我们在基隆港这边除了可以搭船像这样观光的游艇来参观基隆内港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周边的景点可以提供我们？在夏季呢，我们也可以到外海哦，北海岸啊、基隆屿等等的一些比较外海比较民众比较少去的一些景点哦，我们都可以到达。基隆屿距离基隆港约6公里远，是近年来新兴的热门景点，每年夏天都会涌入大量人潮，搭船到基隆屿一探它的美。岛上的游戏设施以步道和凉亭为主，附近的海域只要天气晴朗，都
会开放游客搭船登岛乐游。每年夏天六到八月宿管回游期间，是棒寿网渔业最兴盛的季节，都是在夜间进行，利用探照灯及鱼灯的光线，将趋光性的鱼种聚集捕捉。为了推广文化与节庆结合，基隆从1994年开始举办锁管节后，得到民众热烈的支持与参与，不仅带动了政府每年夏天举办锁管节的决心，更带动了地方文化特色，让渔民与民众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新大哥，我们一般呢、就是来这边，除了呢可以欣赏到很多的一些大型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哦，像是光华塔或者是和平岛。那希望呢观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可以安排一趟基隆港之旅，你们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新大哥来陪我们参观基隆港，谢谢。结束了基隆的旅程，我们认识了基隆的历史、丽莎的可爱以及卡玛丁的活力，大家是不是也想要亲自过来体验一趟基隆呢？娱乐新世界，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